哇哇，这个火嘞，火嘞！来个大合照、哦。这边也在表演，这边也挺嗨的，然后这边也挺嗨的。哇，真不敢想象泰国晚上这么凉快，第一次碰到。之前七月份、八月份来的时候，雨季的时候，晚上也没有这么凉快呀。是这个华欣这个位置的原因吗？我第一次来华欣，华欣的七月晚上真的太凉快了。啊，这个是什么小玩意儿？他们这个氛围太好了。这个全这边全是这种小清新的东西。蝴蝶眼镜，他卖的东西好少啊，但是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店铺挺好看的。这边全是现场画画的，全是画师现场画现场卖。他们这儿有他们画的，你看怎样子画出来的。哇，这个画的是中国的，画的我们中国的山水吗？你看一下像不像我们中国的山水画。啊，怎么漂亮的咋画出来？对，确实太漂亮了，他画的太就给照相机照出来一样的，他一点一点画的，你看他画的马，这边画的马，哇，这个就给画小朋友画一样，画的鱼，各种鱼。你会不会画这个？这个哇，这个老虎，这个豹子画得好好，这个豹子画得很好呀。我喜欢这个，我喜欢他的表情。你可以就是复制他的表情吗？不一样，嘴巴注意看，嘴巴嘴你看这狗的表情。哇，你看这些人的表情，我才发现每个人都是啊。这儿这个树叶好漂亮啊。啊，没有干，正在画，你看画的小草。哇，这个是什么呢？你看这个是雕的鱼，木雕。哎，不要碰哦。这不是鞋子吗？这个不是鞋子，这个是挂到家里头挂东西的挂钩。哇，这儿又在线上画猫咪、狗狗，画的狗狗。哇，这儿画的猫。你看这个大象，好真。哇，这个是捏小人的，捏它里头画的画，捏它里面。你看这个呢？你看这边做的画呢，好漂亮。哇，这个灯光的效果一打，绝美，应该是国王吧？这个不是那个，这个是那个镇王宫。还是那个啥子宫啊，我搞忘了，就啊镇王庙，我们进去那个啊，好像是吧。彤彤，你看这儿，你看他这些是他烧出来的，你看他，你看他那火烧出来的，你看全是这个爷爷这个叔叔烧出来的，你看是不是烧出来的？他拿这个玻璃烧出来的。哇，这个是存钱柜，我才发现，你看他烧的这个柱里头装的钱。哇，so cool。 对，你看把这个玻璃烧成这个样子，好漂亮啊，烧成柱的样子。
他用这个火把这个玻璃烤软以后，然后这个玻璃就会变形，然后做成这种各种形状。哇，完了，休息了，呵呵，要休息了。别人这个皮影戏果然是个小朋友在表演的，你看是不是啊？这个皮影戏这边又嗨起来了，这边又嗨起来了。我们在这边坐一会儿，在这躺着好舒服啊，在这躺着。Happy happy， 阿文，你准备好没有，龙一彤 ？Ready。我去拍照了，我不用当摄影师了，有专职小摄影师。来个大合照。从这个蚕创夜市出来了，这个是他们的国王的王后嘛，这个啊，这个说实话他们太放松了，这边感觉真的氛围太好了。这个是谁？这有蚕叫。你在屋头精神，你在屋头精神好得很，半夜不睡觉，现在怎么回事？这路道睡错了，完蛋了！这两天你天天走路都要睡觉了，是不是、啊？你现在状态去游泳的话，嘚儿就沉到水里头了，根本不需要呼吸，直接自己就闭气了。在水里头睡错，呼呼打呼噜。完蛋了！今天把房卡忘在房间里面了，我们现在玩到半夜才回来，他们太嗨了，我要去翻译了。看，直接翻译泰语，走遍天下。Hello, please. Okay, thank you. 我先退出来。我们准备出发了，西岩海滩。我们到西岩海滩边上了，马上到。啊，我们到这个，骑了20公里到这个什么海滩？哎，我怎么忘了这啥海滩了？哦，西岩海滩。前面那几个警察还挺好的。叫我们把车停，给我们说停在哪个地方。哇，这个是他们那个平台，看着好爽呀！前面有沙滩椅，哇，这边可以下海，准备去下海了。这个海滩边好多车啊，然后也有711，我们去先买点东西，然后待会儿下去。这边一全部可以下海的。哇，在这租个躺椅，才200铢，然后就去玩吧。昨天骑了这个马，又看到了，哇，好多，哇，哎，啊 ，so cool，so cool， 哇，好多，
你看这个地比这个，你说，你看，哇，扎扎了好几百个。我的天啊，它这全是活的，这在爬，这个海滩全是活的，这种各种各样的蟹，怎么这么多呀？哇塞，我的天，这没看不到了。这，哇，一拿它就收回去了。来，给你活的，你看，活的。看我一个手随便一抓，就是全是活的，你抓上来它们就不动了。哎呀，全是活的，密密麻麻的。你不用弄水。哇，我的天，在我手上爬，这怎么这么多呀？西安海滩这边这个螺资源真的也太丰富了吧，各种螺，上千、成千上万只，估计有，全是活的。要等他们长大以后才可以吃。出来！哇，全部放生了，开始爬了。出来！看他们那个，哇，爬得好快哦！这个。出来！放生！出来！我爬到你脚上去了，还往你脚那儿爬。哎，倒吧我们。哇，全部走了，好多，密密麻麻的。他们在打洞，往沙里头打洞，你看这个跑了，哇，这全部跑了，好多。开车，快点走，快开车。哇，这个活的，哇。哇，快开，哇，龙龙快来，他跑了，他要先游起走，你看，哇，这是鱿鱼吗？还是啥子？尾巴那么长，哇，不晓得，哇塞，哎，就是这个，他要吃同时的那个，嗯，他这个嘴巴要吃的，要吃鱼的他。在这个海滩待了一上午，准备走了，我们要去旁边的海鲜市场去买海鲜了。哇，这个海滩全是本地人，我连欧美人都没看到，全是泰国人，所有都是泰国人在这玩，这边消费很低，这个沙滩。我们现在准备去骑车了，骑到海鲜市场去挑海鲜了，我现在太想吃大螃蟹了。走了啊，我们走到这个什么路了呀？走到当地人这个小桥了。他们这边的房子就是建在那个这个海面这个沟里面，沟上面，差点说成海了。啊，我们深入当地居民家了。为什么前面这么多旅游的大巴车呢？这个地方是一个景点吗？哇，这是啥哟？这绝对是个景点。是吧？这绝对是个景点。哎，走这边走，走这边也可以。这边车太多了。感觉深入了这个华新县的深部呀。向左转。我现在已经深入当地居民了。向左转。这个地方，一个外国人也看不到了。我们到海边这个小渔村了。哎，到了，哦，到了，看到停摩托车的地方了。向左转，这个应该就是那个渔村了。您的目的地就在右侧。怎么真哇？这个点呢？本地全是本地人，我的天啊！下车。哇塞，这个地方居然里面。外面人都看不到，居然骑进来这么多人，没地方停车了呀！看一下，怎么办呢？没地方停车了，大哥。那么停到前面去。回去停吗？来，走回来，走嘛。兰花蟹才25块一斤，是我见过最便宜的了吧？财了，发财了！我怎么办？我想连着在这边吃了，就这边太远了，这边。
哇塞，罗氏虾35块钱一斤，哇，兰花蟹450，大号的，哇，巨无霸，这么大。加工店在哪里呀？这全是卖的，地方停车是30泰铢，可以把车开过来了。哇，后面全是渔船，然后捕了就在这卸船，卸了我们就买，全是本地人在这边来买。这个是啥？哦，这个是捕，我以为里面装的是螺，结果这个是捕那个捕那个，哎，它这个是就是螺做的呀，它这个是不是就螺做的呀？在这船上正在开生蚝壳嘛，哎，好像是的，哇，好多筐呀。这个小渔村很舒服，这个厚才60块钱一个，那个这么大的厚，太爽了。日月贝250铢，25一只。这个是哪个虾？这个是不是皮皮虾？它是哪个虾？是哪个虾？这个虾在我们国家也很少。它是活的，我很少看到活的。对，一般都是死的这个虾。哇，好爽。哇，这才200铢呢，花蟹。哇。It's good。这个好大哦。可以。好像没得皮皮虾现在。好像是没得。没得。吃螺丝虾嘛。啊，就吃螺丝虾噻。我也喜欢吃皮皮虾，但是好像没得。哇，太爽了，太爽了！今天自由了，今天。哎。哇塞，我怎么发财了？我给你剥好的蟹肉，这么大一筐蟹肉，60块钱。哇，这个超级大，巨无霸。买其他的。哦，对，买点嘛。哇，他要，他问你要不要一斤，要不要一公斤？half kilo， 半斤，他要一公斤吗？还是半公斤？半公斤就是只有一斤。OK， 好，我们可以多吃几样。好。主要是两个小娃也吃不得。OK，25，OK，OK，一斤吃够嘛？来点日月贝吧，这个好，这个好吃，哪里？那么弄点吧。OK，half kilo。好，买了直接就给你加工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大鱿鱼，日月贝，10块钱啊，给我轻生就是20泰铢哦。原来他们这都是在这个地方加工的，直接买了，每个摊位上都有做的，然后直接在原地加工。我跟他说一下。啊，可以可以。哇，好大哦。他买八斤。啊，八斤八斤多。啊，八斤八斤。哇，这家的蟹好大呀！随便找一个位置，然后点了海鲜以后，他给你加工，就每个店直接现场加工。我之前一直以为是买了以后。找一个店加工，结果是每家买了加工以后，然后在这做了就可以直接吃了。这个全是本地人的了，真的是。How much？ 150，谢谢。哇，这个配他们这个菜叶子吃，灵魂菜叶。来个，吃，哇，好爽！我们还有几个在走，先吃着。最新鲜的应该，吃起来哇，太爽了，这个。应该是早上刚打起来的。用筷子就巴适了，热的头发。哇，只有我们一桌外国人在这吃，全是本地人，他们买了带回家的。哇，看我们这一集，无敌了。这市场还是这么多人，这个点了。吃完了，这个是我们的战绩，全是垃圾，自己收了找个地方丢。刚离那个。华兴海滩大概有30公里多一点，可以打个车过来。我们是骑的摩托车，确实唯一的缺点就是远。每次来711就这些水不离身的，今天终于有了，昨天来没有，今天找到这个了，蟹肉炒饭。这个真的除了这个嘎抛炒饭，就是这个蟹肉炒饭最好吃了，一定要拿一个。好，跳哇，游回去。好，游回去。好，跳，1、2、3，跳。
的手又变成一个渐变色了，哇，黑白渐变，哇，游完了，游完了，又可以去吃饭了，洗个澡，冲了，冲了，冲了，热水可以 ，OK， 感觉这个天又要下雨了，真的，在华信就是完全就是在这儿躺平，啥都不用考虑，去什么景点啊，每天就这样。这个地方带小孩真的太方便了，无所事事，准备又出发了，出发了，出发了。我们又来到这个华信夜市门口了，然后这边这家吃饭的，说这家好吃，不知道关门没有？谷歌地图上写的是7点钟就关门了，但是看到这么多人，去问一下他们还接不接单。然后前面那里面就是华信夜市了，说7点钟下班就不接客了，吃不了了今天。这个小海滩，这个小火锅看着很爽呀。他们吃的这个小火锅吃不了了，哇，这个我们是筷子在啃猴子，结果死去的都有猴子。哇，这个猴子从电线杆上爬来爬去的，就在这个海，就在华兴夜市门口就有猴子看了，哇，他上去了，哈哈，来开彩灯。这个是台车，就是当地台车。这家当地台车。那感觉这个他们吃不得，都是辣的。OK， 就把所有菜都是台式菜。都是台式。嗯，全部是这种。看。没事，我来陪。这家不知道好不好吃，随便找了一家了。吃完可以去沙滩呀，不知道吃什么的，看一下是不是火锅。这种不是的吧，这是粥的嘛。他每个桌子上摆了一个那个电炉，应该是。啊，应该是有煮的，你看嘛。那是也好吧。哦，小火，这个是小火锅的吗？买成的 beef and fish meat， 买完了，这些没。哦，这个不晓得，这个套餐里头他说这些买完了，感觉小清新的。我们在这儿吃了之后，又去那个旁边就是夜市，吃一点，然后又去夜市接着吃。这个是辣椒吧？这个应该蘸着好吃，泰国这种甜辣酱。香，小火锅。我没吃，我都闻到这个芝士味，好香啊！这个像不像大肠？有点像肠子。网红冰淇淋店，你看一下你想吃什么味道的，选一个，一人一个。还没吃活了，哇，这家的这个玩具 take away 打包可以打包走的，直接这个冰淇淋上面有玩具可以带走，我们打包。哇，在华兴的生活朴实无瑕，我们在这抓鱼，好多小鱼啊，抓不到，这个海滩边全是小鱼，这个水里面。明天早上退潮以后，这个沙滩就很宽很宽了，就是那个骑马的沙滩了，现在这个沙滩很窄，涨潮了。在华兴就这样混时间。这边大的，很大的沙滩上。走吧，往这边。你这里去。他带我们去。那你别加油。Come on. Okay, thank you. 哇。这个遇到一个德国小哥吧，他说带我们去赶海。这边叫宽些了，这边海滩。哎，哦，也是，不能摸，有毒，对，不能碰。活的，今天我们在那边。都是活的。看到是死的。对，他怕火。哦、OK，Thank、okay, you。OK。没骗，都想。哦。OK。啥？啊，木瑞。哦，他在你叫用火烧他，怕火。OK，Thank、okay, you。OK。等你火烧他试一下来。算了，那边有毒。拜拜。不，他说的只要不碰你身上就没得事。算了，不要去。嗯，好。因为不要去摸，他有时候放毒液。这啥子？是海母。很多，他说的那边还有很多个。这是活的。哇塞！不要碰哦。不要碰你，这个游戏真的有毒。啊，是有毒的。这是水母吗？还是海贼哦？
还在伏羲。嗯。哎，王哥，你说。王丫丫。这是他的脚在游。你帮我。来、啊。打到来。好来。可以到来。哇，身体里头这个，你看。不要去摸，没摸，身体的这个是骨头一样，这个根过来，啥东西啊？哇！这是嘴巴，好，应该快死了。这种上来，我感觉应该就是断气了。哇，这儿有个这个肠子吗？这种一个肠子一样。要跑了，快抓抓抓着你哈！没有下手。哪儿去了？等一下！哇，我来，哪儿去了？等等，哎，他傻了，等下，不要抓，等下上岸，不要抓，我靠！我不敢。没事。还有熊。是公的还是母的？哇，力气好大哟！力气有点大，我刚弄个水，他缠了啥？我在这抓我！抓着你了！哎呀！我他有点神吗？带的到，他只是力气大、啊哎，这个力气咋那么大呢？我这样抓，我晓得，我晓得。这样抓他抓了。对。哦，我们太傻了，我没抓。你们抓反夹了，抓到后头。那个你来干不到，妹妹。那个干不到，那个弄好大，拿去哦。拿上来，拿上来。我们陪他玩一会儿，等就把他放生了。不装水。待会儿就把他放生了。来放生，来，我们来放了。准备。来看他跑，来，一二三跑，一二三，回去吧，看他游泳，他不是想上岸的，他想在沙滩上，飞脱水的嘛，他现在装死，我晓得了，哎，他晓得有这个人，他在装死了，咱回去了 ，OK， 回去了，我的天啊，看这个。哇，这么大一洞，看到好诱人哇！转弯了，主要是。哎。他们在那里头休息。哦哟，这儿。哇，好大一洞。这才洞才大。我靠！怪不得当地人。这个也挺大的，中等呐。怪不得当地人都要在那儿掉皮皮虾。这个好小，我毛孔一样。摆点水来。天啊！滚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妈妈。弄不到。Yes， 我要喝浅点儿。我很喜欢中国人。Where are you from？ 我很喜欢西班牙。哦，西班牙。哦，中文厉害 ，good。我在。你在中国生活过？十年，北京。哦，北京。北京十年。Yes， 耶耶耶。我爱中国。中国。OK。认识你们很开心。谢谢。中文真的很棒。妈妈呼呼。这儿居然有一个人在钓鱼还是干什么呀？前面还干啥？钓鱼啊？哇，他们哇！我这他这个甩的，后面有了。哇，他从这岸边这样，直接就钓了。这个钓好在海底。哦，看他钓什么？哇！看一下这些。居然在这儿就掉了，还在这么近，还就会掉啊？不晓得吗？看他怎么，哎，小心，你不要在后面。他掉啥？我想看他掉一个就爽了。他应该甩那边，看应该，哦，可能有大一点的，他就在这儿慢慢就上岸了。哇！可能这水流得最上来。对。然后等一会儿他就容易抓得到。哦，还用鱿鱼钓的，哦，鱿鱼上，还有鱿鱼钓的，这儿好多鱿鱼，而且，哦，他刚来，啊，他刚来，哇，现在快11点了，感觉这个沙滩越来越宽了，我们来的时候这个沙滩很近了，然后现在这个沙滩越来越
越来越矮了，应该要退潮了，退潮就全是大货了。